Hello，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是秘术师晕晕流，自己测试出来的一个方法，给大家参考一下。目前网络上好像还是没有看到这种打法，所以想说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取得传奇哈。晕晕流，控场为主，控场为主，攻击为辅。攻击力我自己觉得是还不错，还可以接受。当然我可以接受，不代表大家可以接受了。见仁见智啊。这个打法缺点，可以看到，我打一般的东西都没办法去做所谓的破坏的动作。所以建议是跟队友打会比较好了，自己玩也 OK 啦。就旁边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你不能打。测试关卡目前是普通的。机体的部分如果觉得打法不错，这样讲原来，机体的部分如果觉得打法不错的话，你们可以顺便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晕流的另外一个就是。靠，忘记，你把心就直接给它踩下去，浪费我的技能。不能挤，不能挤。靠，不能挤。我承认我很挤，好吧？浪费了一个条啊，这样。我还只是在热身呢。好吧，我刚刚讲了点嘛，如果觉得打法不错的话，这个打法不错的话，这个，最后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机体的部分。打法不错，它的开戏的吸引盖啊，一开始就死两次了。这个打法缺点啊，就是刚大家可以看到地板技能没办法去阻止它。地板技的部分没办法闪躲。求稳定的话，其实秘术是还蛮吃技巧的啦。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稍微留意一下哦。你说是看到影人就很想要赶快去冲了。当然疏忽啦，那个大家刚刚就当做没看到，好吧？缺点就是罐子啊，什么打都很麻烦，浪费时间。然后地板技、天空技，天空技，例如说雷霆风暴、炮轰之类的招式，这个没办法，那个不是没办法打啦，就是没是挡不住啊，炮轰没办法挡。因为我们秘书应该知道我使用的是，就是这个是可以将敌人的成功体系进行黑洞的。而且现在搭配在队友当中的话，队友大家很轻松。晕流，可以看到进来我的防护罩范围，这个就是站在那边慢慢就残灭。地雷被范围炸开，耗的异能也比较少，还不错用。我的礼物没有带什么环节，这个机体一样，最后如果对我这段影片有兴趣的，最后机体会播给大家看哦。其实也不是说我不想用团结，我觉得我缺一颗啊，只有一颗团结，没办法团结，还是六十级的。这个可以这样的一个配法，
哦，可以取代巨怪针，哦，巨怪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什么，所以只能这样啊，这没办法。帮我稍微想一下，当然我们省时间，变身开下去无所谓了。哦，眼睛力的稍微看得懂的应该知道我用的是什么流派啊，就是减 CD， 减 CD。暴力虽然说很重要，可是减 CD 对秘术师来讲还蛮好用的。再等一下。哦，基本上就随时随地一波精就可以马上衔接下一波精，我就可以直接变身了。还没准备。所以变身我会比较不会省下来了，因为我要快。哦，又是隐人了。看到我的影门是可以这样打的，哦，遇到炮轰了，这个要出去进来一下，出去进来一下，哦，不要想歪哈，对，就是出去进来一下这样，因为你要移动，靠，我还在等他，差点死掉了，哦，这时候没有那个了，小心一点，应有。好，继续应用哈，很好用啊。那炮没办法闪，所以你自己要闪。还没准备好。我们击败了一位强大的敌人。那个是我的分身啊！不要想说怎么会有人站在那边。做的时候可以开一下，因为我的那个防护罩已经开出来，所以趁这个防护罩还在开启的期间，赶快把怪清光。再等一下。哎呦喂！我就是用打来跑的方式。哦，为什么？因为我的防护罩只要开下去，它就一直吸，它就一直晕了。那等于走一步就晕一次，走一步就晕一次了。还没准备好。再等一下。好，所以只要不要死。不是地板祭天空祭，基本上稳定度很够了，那怪物就站在那边一直晕就对了。因为地板祭或者天空祭，怪物也不用干嘛，只要丢了也不用动，就一直在那边轰你。再等一下。哦，一般打小怪精英都还 OK 啦。打王可能要看是什么王，有的时候需要一点技巧。还没准备好。我还在等他好。大家能看到我有多厉害就好。哦，只要搭配队友，队友会觉得说好舒服。不太被摸到了没有？哦，重点我们就是要能够有控场又有输出。哦，基本上你又能控场又能够输出的一个秘法是非常好的。哦，自己是这么觉得啦。哇，一直吸我这边，全部吸晕吧。
还在等他好。哦，西好远哦。 天空机出现了，就是我所谓天空机啊，地板机也有了，不要闪，不要闪。基本上它踩进你的那个防护罩里面就是晕了。哦，晕有，我靠，好多地板机。哦，它踩到你的范围，反正不用怕，一直拖就对了。 啊，因为如果队友就有队友就不太需要拖啊，例如说什么，反正在前面挡干嘛，他都把怪吸过去了。再等一下，出来。这个地雷有个缺点，就是会有现在刚刚这种状况。 看一下，有些时候会有传奇，有没有？防护罩刚刚不小心关掉了。再等一下。哦，氤氲流就要出现了。哦，这时候防护罩先开，让他进来就晕了。哦，地板技能，快闪！哦，自己要懂得会能够闪靠，没看到。 哦，失误，失误，哦，不好意思啊，错误示范。其实常常就是会有地板机看不到，尤其现在那个结冰的话，冰霜来讲，它在冰之前就已经会开始扣血了，哦，尤其高梯的时候你就会有特别有感。我还在等他。我们刚好看到一个光，好的，我听到电，所以，可是我们现在不能急着过去捡，哪怕是弓箭还是什么卧魔杖啊，好的。 不能急，哦，地板机出现了，地板机出现了。哦，哎，搞不好是我，我是猜的啦，我不知道，因为我希望是我缺一把卧魔杖。我还在等他好。好，趁现在赶快晕弄他。还没准备好。没有，趁他晕的时候，绝招就开下去。 等一下，最后我们再来开箱，好不好？先给那个，就是卖个关子，好不好？就是卖关子。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那种玩扑克牌那种咪牌的那种感觉，留到最后再来咪一下。哦，这个地雷的缺点，它没办法丢到空中，所以它只能丢在那克拉奇。 到这种都是灵活，再等一下，稳定度 OK 啦。那你说要快是还好啦。哦，最主要是跟队友打，队友会觉得很轻松啊。还没准备要更多命的。 啊，换雷，好东西呀、啊！这时候趁你没有换雷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冲刺。冲刺有时候要小心，不要冲过头，冲到死掉。刚刚讲完就死掉，好像是伤害反弹弹死了吧？我不确定，因为刚刚已经往后退了。赶快哦！ 漂亮漂亮，这个时间抓的timing差不多。我还在等他好，还没准备好。
全部都吸到里面，然后地雷一直丢就对了。再等一下。我还在等他好。哦，可以看到我分身用的是四肢哈，为什么？因为这样分出来的分身虽然说不野，虽然说。分身比较弱，哦，啊，主要不是攻击力，是主要是要让它产生四个护盾，哦，护盾越多就越安全。进来它就一直晕，一个护盾可以晕1.5秒，哦，还不错，还是挺好的。还没准备好。哦，太多了，哦，我想要省时间。他也跟我玩分身那样，好吧，我承认我输了，你分的比较多。幻术电球，快速，哦，比较有问题的是电球吧。只要在黑洞，你只要站在黑洞上面，电球是不用怕的。电球进来就被吸走了，所以这个还 OK。绝招就给他开下去，当有很多的护盾的时候，绝招就给开了。还没准备好。箱子都要开一下。还没准备好。好，轰炮。轰炮就是不是轰趴哦，轰炮就难搞了。哦耶！快跑！再等一下。我为什么要跑呢？因为他可以只要踩到我们的那个护盾，他就要晕。我结冰。哦，这难搞这个。还没准备好。我受了重伤。哦，没办法，画面太混乱了，那个冰球真的是看不太到。好，哦，不过没关系，我们刚绝招已经把他打了血剩一点点了。哦，当然，如果你有那个黑心级的话，是吧？就是会更稳，没错啦，只是说，因为这个搭配，我希望快一点。又地板技能，这些我看到，这些我看到。还没准备好。哦，这时候剩一只，应该画面就不会那么混乱了。注意看地板就好。哇，看还是很混乱。然后，官方有说什么滑鼠掉之类的，那个真的是在大混乱的时候，你真的找不到自己滑鼠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的，乱七八糟找不到滑鼠。哦，基本上他这一次夺魂链他的这个设计，是蛮鼓励大家组队一起打。哦，自己看起来我觉得是这样，像打箱子干嘛的，四个人一起打。是打四个地图就四个箱子了，哦，效率就差很多了。哦，我也是建议说大家一起玩，像我这样玩，这个速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啊。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你要找队友一起玩会比较好。再等一下。哦，稳定没有错啦，那你的稳定是要帮队友稳定啊，自己一个人稳定，自嗨不够嗨啊，应该我是这么讲，自嗨不够嗨，我是建议大家跟队友一起打。
像这种绝地石魔，那血都超多的，但不想打这种小怪，很浪费时间。我还在等他好。哦，所以有些白怪我会略过了。哦，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 CP 值不好，打太久。哦，白怪毕竟城堡里你要跟精英组就是输嘛。 还比较家具的血还那么多。哦，又是炮，又是红炮。 这样打带跑的方式，他只要走过来就会晕了，哦，所以不用担心。我还在等他好。哦，担心的是现在这个状况，把你拉进去。 到现在右边这种怪我都不用怕，奇怪，王是出现在哪里？没看到。来，就我们先把小兵调离掉，不要整个画面都是什么小兵大兵都来了。真的没看到王，这是 bug 吗？嗯？什么鬼啊？ 我在这边，我把他引出来，不要在里面跟他缠斗。哦，像遇到这个，我们的远距离的招式就很好用了。哦，多弄几个房屋造出来，啊，不怕他的毒，真的轻松打。哎靠！ 没看到。再等一下。哦，变身是可以比较快，可是稳定度就没有了，这个要留意哦。靠，看不到我。 他在哪里呢？看，按错。看，我的分身都不开防护罩了，太远了。哦耶！我还在等他好。 那我的巫女死掉了。哦，要看什么王啊？找远距离攻击型的王段蛮好打的。 刚没有放那个，还没死掉。再等一下。这个走到一半，我们就往回走。
哦耶，他放大绝了！不知道这样削不削得到，看起来是削不到。 打技巧，当然我们阴风是可以的，只是说不想死掉了。还没准备好，又放大局，会不会太多根了他？我还在等他好。哦耶，这很重，每次都顾着看，看他没有看到血，这很危险。 看地雷不够远哎，妈呀，地雷还有射程哦，我现在才知道。我苦武的王的血真是不是普通的多啊！哎呦喂 ，KO 有没有掉？ 哦，我满的是我的血，碎片满的。我需要回去一趟。哦，以上这个就是控场兼攻击的一个秘术师的一个打法的一个分享给大家参考哈。然后，当然我们第一步是先要堵东西一下。哦，机体等下再补一个比较完整的给大家看一下。哦，我去捡一下啊。 我捡，我需要回去。哦，任务等下我再结束哦。为什么？因为刚有录一次，任务结束当掉。哦，先给大家看一下机体。好，可以看到，其实比较主要来讲，这个冷却时间缩短了，这蛮重要的。哦，我是玩冷却时间缩短的一个流派，50.39。哦，伤害很低啊。 63万而已，节能也不高，哦，570，570个十百千万十万百，对，570，节能570而已，哦，这样就可以打 T5。为什么？因为我都靠技能在冲的啦，哦，这个机体的部分是这样，哦，往下拉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其他数值，看一下啊，哦，这其他的部分，哦，啊，主要技能。 技能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哦，秘法奔流这个啊，这样大家应该看得到。秘法奔流是用秘法爆弹嘛，放地雷预发者是用那个哦变身冷却时间缩，哎，我是不是没有按到冷却时间缩短？靠，真的按错，想说奇怪怎么？哦，正常是我是用这个啦。哦，因为我本身也有这个，我有的套装啊，所以预发者有所有符文的效果。 哦，搭配一个这个皇家华戒哦，哦，基本上你就是把全身的装备，哦，机体装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没有吸到药的，但是可以用就好了。哦，头一次降CD，哦，然后这是塔拉夏。
哦，没有少一件呐、啊，所以没办法凑塔加三件。哦，但是我有三件我就够用了。哦，这个增加秘法的攻击力，哦，强很，尤其黑洞吸进去应该是有加成吧，这我不确定。哦，维尔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手套正常。哦，这个减 CD 外加减能量消耗，哦，我是希望续战力久一点，然后加上船长也是减 CD 减能量，哦，船长两个都是，哦，因为套装效果嘛，塔拉下没什么，塔拉下就增加秘法奔流。哦，脚的话是能量震波啊，哦，为什么？因为我忘记换另外一双了，哦，封建就是封建嘛，就不解释哦，所以可以看到我的主要重点是 CD 减短50.39，哦，搭配我的技能，哦，给大家看一下，哦，控场来讲玩得还蛮不错的，我用幻术精通啊，幻术精通再搭配这个镜像术，你就可以只要攻击超过那个，我看一下哦，高于上限15%的时候，哦，就可以分身了。哦，被敌人攻击超过上限15%，我就可以分身，所以我就可以一直分。哦，搭配这个是，减 CD 还有搭配换法。哦，镜像术是分4只的那个啦。哦，多重影像。卡 K 分身哦，就是的，忘记了。好，但我没念过，多重影分身术有没有？哦，忘记了，那个火影要多看一些有没有？日文要多学一点有没有？哦，能量护甲是，哦，造成生命上限35%以上的，它会降低到35%。当然不能太夸张啊，因为我知道如果超过你的本身的那个总血量啊，就直接就穿过去了。哦，所以不要想说压低一点血量，就不会死这样，还是会死啊哈。哦，你像这个打法给大家参考哦，秘术师云云流哦，当然记得要找队友，好吧？不要自己一个人打，哦，自己一个人效率比较差。哦，以上这个运营流的分享给大家参考。哦，谢谢大家，拜拜。